请掀开经本，迦努罗王长行第三句看起，清净俗寂，迦努罗王得普成就波罗蜜精进力解脱门。世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是教导我们从事于高科技的这一类人如何将佛法落实在他们生活工作上。就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从事于航天科技啊，这个是在今天是高科技，飞行在太空啊，在宇宙星球与星球当中的穿梭，心胸开阔啊，这个不像啊，这是一般人常讲的岛国人的心态啊，居住在一个海岛，心胸比较狭窄啊，这个眼界不宽啊，那飞上青天呢就不一样，心胸开阔啊，知道这个宇宙是无穷的广大，大乘经上跟我们讲的诸佛菩萨心包太虚量州杀界，他们的心胸广大，眼光深远，所以第一尊菩萨教导我们无著无碍眼来观察世界，无障碍，这个眼是慧眼，从哪里来呢？从无着来的啊，无着就是一定要离妄想分别之处，啊，这个无障碍的慧眼就现前了。与他们的工作相应，与他们的行业相应的。第二位菩萨教给我们安住法界，法界是尽虚空变法界，这是说的大悲心。第一位是讲的大智慧无碍的智慧，第二位菩萨教给我们的无碍的慈悲啊，教化众生。今天我们看到第三位菩萨逐渐逐渐具体落实了，落实在哪里呢？这个原理原则是一个，落实在六波罗蜜，普成就波罗蜜，特别呢，侧重在精进，
这个与他们的行业有关系。高科技日新月异是精进啊。所以名号当中有俗籍。这都是讲啊加速度快速度。可是我们要特别着重前面这两个字精进。如果科技快速发展，心行不清净啊，就会带来灾难。换一句话说，负面的效果出现。如果能够具足智慧、慈悲、清净，这个快速发展呢，对一切众生带来正面的利益，这是好事情。我们在经典里面，在在处处，佛都是教我们注重于禅定。无论做什么事情，儒家跟佛家的要求都是缓慢稳重，唯独在这一篇里面看到快速。由此可知，佛家并不反对这个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不反对呀。但是怎样将佛法落实在高科技发展之中，这个重要。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注的很少，只有一句话：近侧诸度，往修古城。这个城是成佛啊，从事于太空科技这个行业也能成佛啊。所以会了，真的是哪一法不是佛法呢？不会呀，天天念大方广华严经也不是佛法。问题你会不会呀？总纲领、总原则确实没有变，就是四摄六度啊。四摄六度的精神是为众生造福，决定不是为自己的名闻利养。为哪些众生呢？他不是为一个地区，不是为一个国家，不是为一个世界，他是为净虚空遍法界。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那么今天许多这个大国在发展科学技术，它是为自己，那么这些公司是为自己的利益来开发，国家来管制也是为自己一个国家的利益，它不是为整个地球的利益了。
所以科技的发达带给我们这个社会大众固然有一些便利，它的副作用是全世界的灾难。佛看到了，不能不说，不能不教导。佛法给一切众生确确实实是真实的利益。啊，无量寿经上讲啊，助真实慧。啊，慧于真实之力。这个话讲的一点都不错。啊，为一个地球的利益都不行。啊，为什么呢？许多科学家都想到了，有星际战争。那你这个地球跟其他的星球会发生战争，如何能避免星际战争？这个心量还要扩大，利益还要扩大。尽虚空变化界，所有一切众生平等的利益，这个战争就完全没有了，和平才能真正实现。啊，这个是佛法教导的中心。啊，这个心量不大，可见的不能解决问题。只能解决局部，只能解决现前，不能解决永久。啊，永久的和平只有诸佛菩萨化身大士，他们那个世界里头才有啊。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要想世界和平，要想社会安定，要想一切众生真正能够幸福美满的生活，必须要学佛。成就啊，波罗蜜，前面讲的很多了，啊，可以不需要重复了。啊，四摄是布施、爱与力行同四。啊，六度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往年我在美国曾经讲过，六度怎样落实在家庭主妇？家庭主妇，你要能落实四摄六度，你是主妇菩萨。去年我们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弘法大会惜别会上呢讲了一个小时，如何将四摄六度啊落实在经营酒店这个行业上。果然能落实，这个酒店老板员工都是菩萨，凡是来住酒店的这些人都是你度脱的对象。佛家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到你这个酒店来住宿的都是有缘之人，你就要度他。佛法广大了，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用得上啊！啊，不是学了没用的，真有用啊！落实在国家领导人，你看看佛所说的人王般若波罗蜜经，那个王是国家领导人啊，将四摄六度法了落实在他的岗位上，他的工作上，这个王是菩萨。就是诸佛如来的化身呐！啊，要落实在学生，这个身份上面，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善财童子啊，菩萨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没有一个漏掉的，全都包括在其中。啊，所以佛陀的教学，佛陀的教育确实是一切众生所必须要修学的。它确确实实能帮助你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六度里面特别提出精进，啊，是这个是尖端科技。日新月异，精进力非常明显。我们要注重啊，精进力三个字。啊，精是纯而不杂。静是决定没有后退，天天在求进步。啊，这样才能产生力量。啊，这个力量是利益一切众生的，这就是菩萨事业。啊，凡夫事业是利益自己的。利益自己这一个集团的，这就是凡夫。凡圣就这一念之差了。啊，那么由此可知，
起心动念为利益一切众生，这是佛菩萨。啊，为了利益自己，你的家也好，你的一个团体也好，你的一个国家也好，都是凡夫。为什么？自私自利的念头没能拔除啊，心量还是小啊，不能像太虚空一样啊。啊，我们的心量本来是大的，啊，大到无法想象。楞严经上，佛说了个比喻。把我们的心量比作虚空，把虚空法界比喻作一片云彩，你们说云彩大呢，还是虚空大呢？虚空法界的在心性里头啊，就像一片云彩在太空里头一样啊。我们从佛这个比喻里面去体会也，啊，那是我们本来的心量，啊，现在心量为什么变得这么样的自小，啊，所以佛说迷了，迷失了我们的心量，所以变得这么小，小到一个人都不能容纳，他还有什么成就啊？可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人都不能容纳，他的前途是一片漆黑啊！果报在哪里？果报在地狱。不学佛的人不知道，学佛的人很清楚。啊，学佛的人一生所有一切作为都是为社会服务的。所以布施，布施两个字的意思，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头一条啊，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干什么？他可以不来了，他脱离十法界了，还要回到十法界，还要回到六道里来干什么？来服务的呀，来帮助设法界迷惑颠倒的众生，天天在受苦受难受折磨，没有办法脱离，所以他来是为大众服务的，绝不是为自己享受的。我们从这个里面细心观察，细心去体会，你才能认识诸佛菩萨。否则的话你不认识啊。唯有认识清楚了，我们对佛菩萨尊敬的心才能升起来。效法的愿望啊，才能够提得起来。你要是根本不认识他，
啊，两目效法不可能升起啊。这个认识要冷静细心去观察，我们才能明了，才知道他所作所为跟一般人不一样。世人所谓是他们做的太伟大了，大在什么地方呢？没有私心，不为自己，完全为社会为众生服务，大在此地。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不退心庄严迦楼罗王的勇猛力入如来境界解脱门。清凉大师告诉我们，境界在偈文里面说得清楚。我们看这个偈颂的第四首，我们念一念就好了。这都前面都讲过的。如来夜夜毛孔中，一念普现无边行，如是难思佛境界，不退庄严悉明土。那我们读了这首偈，这首偈说的是什么？诸佛如来神通广大，不可思议。可是我们一定啊要明了，我们自己的智慧德相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换一句话说，说诸佛如来的境界，就是说我们自己本有的境界。佛在此地启发我们了，要我们认识老家了。现在在外面流浪啊，流浪久了把老家忘掉了，不知道回头了，这是可悲的现象。佛在此地提醒我们，我们觉悟了就应当回头，所谓回头是岸呐，回首如意。回头从哪里回过头来呢？三皈依里面就提示我们，从迷回过头来就是觉，觉而不迷了；从邪知邪见回过头来，你就正知正见，正而不邪。从一切染污回过头来，你就恢复清净，净而不染。佛给我们讲了三大纲领，
我们想想，我们今天确实是生活在迷邪染中。这是六道的境界。凡夫境界，诸佛菩萨生活在觉正境之中，我们应当要效法，应当要学习。迷邪染回过头来就是觉正境，菩萨的德号不退心转眼。名号都是教导我们的。我们学佛为什么不能成就？容易退心。稍稍风动啊，就受不了了。顺境里面升起贪心啊，逆境里面生嗔恚心，对佛菩萨，对于经典里面的道理跟教诲怀疑啊，生疑惑心，这怎么能成就？我们纵然常年在佛法里熏修啊，迷邪染没有能摆脱掉啊。转不过来啊，转不过来的原因，我们迷邪染的习气养成了，无量劫到今天就干这个事情，根深蒂固啊！要想把它拔除，谈何容易啊！我们接触的佛法。佛法熏修啊，才几天呢？不可能的。有人在佛法里面一接触就开悟了，就醒悟过来了，那是多生多劫的熏修。我们佛门当中常讲啊，这个人善根深厚啊。他不是这一生修的，所以每一个成就的人都是无量界中啊培植的善根，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不可能。有善根，这一生能不能成就呢？那要看他能不能遇到殊胜的增上缘，很有善根，这一生遇不到缘，因是有了，缘没有，不能结果。有缘没有因，不能结果；有因缺少缘，也不能结果。因缘生法了，自己有善根，又遇到殊胜的法缘，这个法缘一般讲啊，好老师，好同学，同参道友，好的修学环境。
还要长时间的熏修，这个几个条件就很难得到了。古时候比我们现前的条件更差，他们只有啊读经研究啊，研究经典里面的道理。我们晓得古时候印刷书不发达，中国从南宋以后才有墨刻本，在这个以前书籍多半都是手抄的抄本，于是这个多艰苦。我们晓得一般人家里头啊，藏书有限，分量很少啊，家里头藏的有几十部书那就了不起了。书籍流通的数量很少啊，从前读书是我们大家在一起读书，每一个人书本都是抄的，你自己抄啊。现代科技发达，印刷进步方便了，中等以上的家庭都可以买一套大藏经放在自己的书房啊，这在从前人没法子想象的。民国初年，我在家乡，我们家乡是安徽，安徽全省有几部大藏经，听说只有两部半大藏经。所以要想读经，那就找到有藏经这个寺庙，它藏经楼，到那个地方就借出来抄啊，自己抄啊。哪有现在这么方便呢？那么现在已经进入电脑了。我听说不但大藏经做成电脑的软片啊，一部大藏经只有两三片，四库全书啊也有人在做啊。我想四库全书整个做出来大概十几二十片啊，四库总共有七万多卷呢。往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把它印出来了，十六开就是现在我们看的大藏经这种版本啊，十六开一本这么厚啊，总共1500册。这是字数小了，我们这个房间完全做成书架，一部书就装满了。这一部书在过去中国总共只有7套手写的，
经过这么多年社会的变迁战乱，现在总共只剩了三套啊，这三套中国有一套，听说一套在英国博物馆里面啊，台湾有一套文化界人士非常珍惜，所以把它引印出来了，这样这部书才不会在这个世间消失。我们看到非常欢喜啊！它的分量是《大藏经》的15倍。等于说是摄5套大藏经，这么大的分量。这是说现代科学技术发达，我们得到的书本容易了。这是我们比古人殊胜的地方，但是修学环境修学的心态，我们远远不如古人。古人难得，非常珍惜，现在很容易得到，没瞧得起他。所以古人有成就，现代科技虽然方便了，反而没有成就。不知道珍惜。这种心态现在还是很明显的能看得出来啊！我听说我们这个大藏经送到中国大陆啊，大陆四众同修真是焚香跪拜，顶在头顶上迎接，我们看得很感动啊！在台湾在海外没见到过啊，这个得到一部大藏经了，就跟得到普通的报纸杂志一样，没放在眼里啊，不知道尊重啊。这个非常明显，在中国大陆得到一套大藏经不容易啊，这宝啊，真的是宝啊！所以很容易得来的时候，恭敬心没有了。印光大师常讲啊，一分恭敬，一分成就啊！十分恭敬，十分成就。海外人对于经藏不重视，没有恭敬心，把它当作普通书籍一般看待啊，所以海外学佛的成就不如中国大陆。黄念祖老居士说的啊，黄老告诉学生呢，佛教在中国，不在国外，国外没有佛教啊，国外有佛书有佛像，没有佛教。这是说什么？中国人对佛法还有那么一份真诚的心，恭敬心，他们有成就啊。国外语言很殊胜，都变成了佛学了啊！修行到最后正果了，正什么果呢？佛学家了，正这个果位。佛学家、佛学博士啊，不是阿罗汉，不是佛菩萨啊！佛学博士、佛学家不能了生死。该怎么生死
还是怎么生死？要明白这个道理。只有真正明白人，看得很清楚，我们对于中国的同修们才会起尊敬心啊！中国同修在物质生活上比不上外国，将来了生死出三界，那比外国强太多了啊！这国外比不上中国。那我们想想，这现前物质享受重要，还是了生死出三界重要？如果要知道了生死出三界重要，我们决定要满足现前的物质生活。物质生活苦一点好啊，苦一点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太苦了，这个世界有什么好留念的？生活又富裕了，不错啊，我西方极乐世界我没见到啊，到底好不好？他打很多问号啊，不想去了。所以佛教给我们以苦为师。安逸、舒适、快乐，不是好事情，容易叫人堕落。那也是魔障，必须要认识清楚。所以诸佛菩萨，他不消极。他日以继夜不休止的在工作，在努力为众生造福，他自己绝不享受。此地过去有一位陈嘉庚老居士，一生在南洋这边经商发达了，发了大财了，一生呢从事于教育的事业，他办了许多学校啊。此地的南洋大学是他办的，在中国大陆也办了许多学校，一生办这个教育事业，赚的钱都干这个。体格检查营养不良，你就晓得他自己的生活是多么节俭啊！这样富有的人营养不良呢，是笑话了啊！他是省吃俭用啊，都拿去做好事了，商人菩萨了，做榜样给我们看。他是真正做救苦救难的事业，救苦救难最重要的是教育。
这个老人早就不在了。一生在我想象当中，他没有遇到善知识。如果遇到善知识呢，一定会教他了。佛教教育重要。啊，办了许许多多学校，没有办一个佛教学校。啊，佛教学校不是佛教办普通学校。培训讲经弘法人才的学校。没有办呐，这个可惜啊！啊，所以今天在全世界每一个地区都缺乏讲经弘法人才，佛教衰在这个地方啊。社会大众对佛教产生误会，也在这里啊。佛教好，没有人讲，没有人做，没有人晓得。啊，一般社会佛教的形象，人家看到都说这是迷信。我在没有学佛之前，我就认为佛教最迷信。啊，所有宗教里面不值得一顾的就是佛教。啊，我是最反对佛教的。没有人讲，不知道嘛。啊，我是遇到方东美先生，他才把佛教给我讲清楚。啊，他说佛教是大学问呐，佛教是世间最高的哲学。啊，于是我们才找佛经看。啊，从前没有看过佛经，也不会去找佛经看了。那你送给我，我也不会看了，那迷信嘛，这看它干什么？那根本就不能接触啊！啊，老师这么一介绍呢，啊，我们的态度就变了。啊，找佛经来看看，啊，越看果然是有道理。啊，跟这个一般出家在家人呢，他们这个修为是不一样。佛讲的没错啊，信徒们没做到，让人家看到起反感，所以我感恩我的老师，他要不介绍给我这么好的东西，就当面错过。啊，所以要想不退转，不退转才真精进。啊，那么没有善缘，不可能不退转呐。今天这个社会诱惑的力量太大太大了。啊，老师苦口婆心教导，实在讲啊，是知其不可为已而为之啊。往年我在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在慈光图书馆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几乎我每一届都参加了，我从第一届到第十一届没有缺过席。
期间最长的是四个星期，暑假是后半的。啊，学生来了，啊，接受四个星期的熏陶，不错了。哎，确实，这个思想观念呢都有改变，啊，明显的改变。啊，有一天，老师跟我们在一起吃饭，很感慨地跟我们说，我们花了这么多心血，四个星期每一天八个小时的上课，他结业之后到电影院看两场电影就完了。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看两场电影啊，就通通回去了，佛法就忘光了。说明社会诱惑力量之可怕。啊，但是说总比不说好，办总比不办好。啊，让这些年轻的学生阿赖耶识里头种一个种子而已。要想他真正有成就难了。啊，真正有成就那一定是长时间的熏修，决定不能松懈。啊，离开课堂，离开老师，离开经本，人就变了。啊，快速度的变了啊。我们看看古大德们的成就，他们怎样求得不退心，求得勇猛精进，不离开老师。啊，诸位在《高僧传》里面看，啊，中国大陆这个道场山志，你就看看里面的记载。啊，真正有成就的人，有很多一生不离开老师。老师往生圆寂了才离开，啊，找到有缘的地方教化一方。啊，追随老师的标准最低限度的是开悟啊，大彻大悟啊，也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啊，这个时候才可以离开老师。啊，为什么呢？不会再迷惑了。啊，永远脱离迷邪染，真正呢，安住在觉真境，这个心可以出师。现在人家你可以毕业了，不识这个程度毕不了业。那毕业出去必定堕落，你经不起名闻利养的诱惑。换一句话说，你贪嗔痴慢天天在增长，你有什么成就？啊，那么更有非常感人的事迹，确实在老师会下大彻大悟了，还不肯离开老师，
报老师的恩呐，帮助老师教学，非常难得。啊，等老师往生的时候，他再离开，去教化一方，教导我们知恩报恩。啊，古人这些行医，我们不能不细心去观察。不能不细心去思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这样做的用意究竟何在？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从这里学习。这样才能够入如来境界。简单的说，如来境界就是四摄六度。四摄六度完全落实在我们生活里面，落实在日常工作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之中，这就是如来境界。决定随顺经典上的教训。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书里面告诉我们，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决定认真努力去做；佛教给我们不能做的，我们决定不做。你这样就入佛境界了。佛教给我们做的不肯去做，叫我们不能做的偏偏去做，你是永远都不能入佛境界。我们不去讲明心见性，那个太高了，不是我们凡夫能做到的。我们把标准降低一级，我们可以做到。随顺经典的教诲啊，决定不违反。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一生永脱轮回，永离设法界，真成就。不但成就，实在讲是大圆满的成就。为什么不干？所以苦日子要永远保持，你将来发达了，钱给别人去用，你才能了生死出三界。我这个发达了啊，我就多享受一点。这种事情千万不能跟外国人学。外国人，我知道他们居住的这个环境，生活水平差不多的。我们达拉斯那个小区，大概收入是2000块钱的收入，住在那边。如果有个人工作深了，拿3000块钱收入了，他马上搬家。他要搬到三千块钱收入那个区，代表他的身份提高了。
不能修啊。你收入3000块钱，住在2000块钱那个区域里头，你很富有啊，你日子好过啊。你搬到那个高级区的时候，你很辛苦啊，何必找罪受呢？知足常乐，所以外国人常常搬家。哎，你看我们中国人，古时候家里建一栋房子，啊，这个房子要不能住300年，这不叫做家了。啊，中国人有老家了，外国人没有老家。外国人天天搬家，游牧民族啊，没有老家。啊，中国人做个家具，做一个桌子，这红旗啊，大旗的这个家具，至少要用100年。啊，这叫制产业。啊，外国人讲的好看，啊，过2年就不要了，就换新的了。他们常常换新的，不讲究坚固耐用。啊，中国人讲求坚固耐用。啊，有多余的才能布施帮助别人。啊，这个才懂得节俭，懂得惜福，懂得造福，你的后福无穷啊！外国人不懂，没有这个观念啊，所以老的之后啊，就好可怜啊。外国老人是真可怜，儿女不照顾啊，啊，儿女没有照顾父母的义务。啊，人老了怎么办呢？过家呀。啊，过家每个月给你一点生活费用。啊，所以人老的时候的自己有个小房子都把它变卖掉了，车子也卖掉了。啊，拿着一点钱到老人院去住。啊，你不住老人院，你根本没有人照顾。啊，所以退休之后啊，都去住老人院了。这是跟中国人的观念不一样，但现在中国渐渐要是从洋的话，那以后就很可悲了。啊，中国人这个教育，儿童的时候培养德行的根基呀，严加管教啊，基础从这奠定的啊。中年的时候为社会造福啊，为社会服务啊，造福啊。晚年的时候享福啊。啊，人生最安乐的是晚年啊，晚年是吧？得结果实嘛啊，外国人不是的，外国人享福是什么？儿童享福啊，中年的时候呢，在社会上拼命奋斗啊啊，所以人家讲啊，很多人说啊。啊，外国人啊，儿童是天堂啊，中年人是战场，老年就入坟墓啊，跟我们中国想法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啊。中国晚年是享福啊，所以福报不可以在儿童享啊，儿童享福了，老年就不能享福，福报享光享尽。啊，中国人把福报留在晚年享啊，这晚年儿孙满堂啊，啊，颐养天年，这天伦之乐，
这外国人永远想象不到。东西方的文化不相同。也就是也可以这么说法。圣贤人的理念跟凡俗人理念不相同啊。那我们到底是选择走圣贤人的路啊，还是走凡俗人的道路？你要仔细去观察，仔细去思维。年轻的时候受一点苦难无所谓的，有体力的。年老的时候受苦真可怜。人不可以不积德，不可以不修福。佛这样教导我们，中国儒家道家也是这样教导我们。我们看看其他宗教的典籍，他们的神圣呢也是这样教人的。没有例外的。十善业道是所有宗教的共同善行的标准。四摄六度其他宗教也有，没有佛法讲的这么透彻，没有佛法讲的这么圆满。佛法比儒家讲的还要精细。这也就是中国在古代已经接受儒家的教诲了，为什么还要欢迎佛法？道理在此地啊。这两样东西展在我们面前，我们才晓得儒家讲的是纲领，佛说的是细目。一而二啊，二而一啊。在近代，印光大师他老人家一生提倡展示给我们的就是如佛大道。你看他文钞里面，他讲儒家的东西来印证佛法，讲的太多了。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说的很简单，但是非常重要。觉思则如，方为勇猛。觉思就是立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人才叫做勇猛精进。换一句话说，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容毫分不善精，这个才叫做勇猛精进。如果还夹杂着不善在里面，不算是勇猛啊。佛讲得好啊，这话讲得真好啊，叫我们昼夜常念善法，
啊，如果我们用这个经来说呢，这个善法就是四摄六度。思维善法，观察善法，常念善法，心善。思维善法，你的思想善；观察善法，你的行为善。心行戒善，这是如来境界。如果掺杂不善在里面，那就不是如来境界，还是凡夫境界。啊，凡夫里面三善道的境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那么由此可知，我决定要断干净。啊，不可以还有残余的恶习气。这个东西决定妨碍，啊，妨碍你入如来境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不能不懂。自古以来，多少好心修行人也亲近善知识，也遇到很好的助缘，最后修行不能成功，原因在哪里？夹杂不善。夹杂不善最重要的是心理，念头啊，我们要记住啊，心静身就清净，身语就清净了。心要不清净，身持戒，口不妄言，身口清净，意不清净，不能往生，不能成就。往西方极乐世界，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心净则佛土净，那是净土啊。心要不清净，不能往生净土。所以念佛的人很多，往生的人不多。原因在此地，心不清净啊。那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过世的人，走的时候瑞相很好，我们看到很欢喜，是不是一定往生呢？不见得。升天的瑞相跟往生的瑞相几乎没有两样。如果他还夹杂着不善，升天了。走的时候神识也是从头顶走的。所以可以说肯定他不堕三恶道。那么真正往生
这个人决定是清醒，不会迷惑，他一定告诉你，佛来了，看到了，佛来戒淫了，那这是肯定往生。啊，临终的时候见到阿弥陀佛，见到西方三圣，啊，见到净土的境界，啊，这是肯定往生。啊，如果没有这些瑞相，啊，没有这个见佛、见西方境界的瑞相，啊，我们只看他全身柔软，啊，面色红润。啊，最后的时候从头顶这个顶上有暖气，这升天肯定升天。啊，升天跟往生也就是一念之间，夹杂不善。啊，我们真正要想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十善业道经要天天念的，那是标准的。如果那个里头不善的还犯的有个一条两条，往生就没有把握了。啊，那要真正行善，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要常常吃亏呀，不怕，吃亏是福，肯吃亏的人都到极乐世界去。不肯吃亏的人，这一口气咽不下去，还在六道轮回去斗争，啊，冤冤相报吧。不再干这个傻事了，过去生中干这个傻事，所以没去得了，这一生中再干这个傻事，不又耽误了耽误自己吗？啊，所以你真正明白了，什么亏都可以吃。什么样的侮辱都可以忍受，啊，我只有一个目标，求生净土，啊，一定要下定这个决心，啊，在这个世间活一天随缘一天，啊，真正做到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我有我自己的好去处，自己清清楚楚，自己有把握，啊，这样才能够保证你不退心，保证你勇猛精进，习如如来精进，啊，习如如来精进没有往生之前就已经如了，啊，现在就过如来的生活，过菩萨的生活，啊，跟一般人呢确实不一样。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